等一下他会跟大家一总会。接下来，我写一篇啊，一篇短文啦，啊，或者写成了成功呢，还是要感谢我们柯少宇柯书伟。进阶班今天就分成了 ABC， 非常的好，都是个机会，让我们全国的同济人各个面向学习的机会。其实要看我们主办的用心啦，两天一夜全程参与就可以拿到结业证书，有上台考试就有分数，这个分数就会分为 A 级、B 级、C 级。我们两派的副主委能够介绍啊，两位从两派主席啊，我们的陈小丽啊，陈主席，我们台湾教育的工作啊，要带到马来西亚去啊。大家好啊，我是陈小丽，我从马来西亚来。今天我本来不想讲话了，因为我知道今天是那个什么司仪的训练，是吗？这样棒，套句话吧。百闻不如一见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今天大开眼睛，我每次看到的时候，我说我一定要带台湾来看看你们是怎么样训练你们的会员，我觉得是非常好。参加同志会不是只是为了做公益，你们也知道学到很多东西，这个是我告诉你全世界没有做到的，只是台湾有，你们感到但是太客气了，他说由我们陈小丽小姐讲就好了啊。不过我们还是很非常欢迎他从美国啊到日本啊，特地到台湾来啊，我们还是很欢迎他。非常好，因为我们随时啊要扮演一个不同的角色。